一周立波秀，笑谈民生热点，另眼看世界。看脸时代，以貌取人，波波回忆惨痛经历。老师，哎，你知不知道你的脸长得很难看？先天不足，后天努力，现代整容，花样繁多。喂，哎，哎，对啊，我现在在马路上，哎，信号不是很好嘛，信号不是很好。还有精彩的立波问答，不要走开，精彩即将回来。干活了，先生，我问你个问题。我想找个老婆，就是找那种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应该去哪里？你真有品味，要找个老婆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对吧？到电影里面去找。上得要好好努力，不要只想好的。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你现在不行，因为你既没有厨房，也没有厅堂，住的房子一间还是租来的。好好干，对吧？等那天哪一天你成要立业了，再去想成家的事情，好吧？现在我觉得你女朋友都不应该交，啊，你就去看看人家怎么谈女朋友，看看就可以了，在旁边看看流流口水，结束了，知道吧？好好干活，你会有前途的。我去了，好，再见。好，各部门准备好了没有？怎么部门只有一个人啊？各部门准备好了没有？哎呀，机构臃肿。好，一周立波秀录像现在开始。晚上好，开灯。欢迎来到一周立波秀的现场。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词，看脸。 Face， look face， 看脸。对一个问题的讨论，本来大家的回答是五花八门的，千奇百怪的，但现在都归结到了同一个答案，看脸。在单位里工作能力差不多，为什么有的人升职快，而有的人就升不上去，而有的人加工资，有的人怎么做都加不了工资呢？就是因为看脸。两个男生都对女生关怀备至，有求必应，女孩会被谁感动呢？答案还是看脸。搞怪还有卖萌。你说什么叫搞怪，什么叫卖萌？如果你这个脸长得已经很怪了，你还要去搞怪，那就难看，这个脸就没人看了啊。你就想，如果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做了一个怪脸，你说好可爱哦，像我这种脸就哎呦好恶心啊，你对吧？其实许许多多问题到最后归于表象以后，就是一个字，看脸。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容貌好看不好看，精看不精看，耐看不耐看，对一个人的前途、工作乃至于朋友圈是起到至关重要的结果。脸长得好看已经便宜三分了吧，啊，男的英俊，女的美貌啊，人家就人总会希望和漂亮的人在一起。像我呢，我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很努力。我从小，这个我一点都不是谦虚哦，我从小就知道自己非常难看。我15岁进上海人艺所属的上海滑稽剧团的时候，我皮蛮皮的，我是科班出身的，我们那个夏老师气质很好，看我皮皮就不这里边到我办公室来。喂，老师什么事？哎，你知不知道你的脸长得很难看啊？我
尴尬吧？你说，我说我又不知道。那么你现在知道了吧？这怎么可以这样说？这你现在知道了吧？我说，我刚刚知道。哎呦，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很碰疼，我非常不舒服。我再难看吧，我自己看看吧就可以了。你觉得难看吗？不要看好了。小时候想不通，很恨这个老师。后来这个老师是对我最好的，他现在已经93岁高龄了。这个脸呐，其实对一个人的自信心，非常非常的关键。在看人脸的时候啊，你要注意，许多故事片里面，许多小说里面，这种说法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要看哦，这个人哦，这个脸看上去像坏人哦，其实人很好的哦，但你一定是看走眼。你们想想，这长得就说这个人很好，说这个人比雷锋还好，怎么可能呢？上了一个绿，说这个人很好，因为相由心生。一个人脸是不是正气，并不是说他好看不好看。你要不要说我这个脸长得不好看，但你绝对不会把我想成坏人。但你不会说，哎呦，这个人一看就是坏人了，不会的。有的人看上去很精明，一看就很精明，其实这已经不精明了。真正的精明是看不出来的。你们去看大老板，老板越大，人看上去越傻，对吧？啊，对，肥的，哦。啊，你肯定想，哎呦，这么傻的人，张老板他搞什么？叫运气比我好不啦？这里像弱智一样，哎，那叫你弱智，这叫大智若愚。你跟他谈到关键事情，他一点都不糊涂的呢。哦，这个不可以的，这个都说说玩玩的。这个一样的，就像大家都会打麻将嘛，你们就看麻将桌上面，最终谁输钱会输的最多，算牌算的最精的那个人一定输钱。哎，而且这些人都基本有规律的，人很精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啪一拍胡了，那糊糊不掉的。算牌算得很好，哈，你是不是要个3万？哈，早就在我这里了，掉西风看都不要看的，哈，一对东风在我这里，嘿，帮帮忙啊！这人算不如天算，所以啊，从看脸想开去，就是人要聪明，但是不要聪明在脸上，因为聪明在脸上的人是很不合算的。因为你如果聪明在脸上，强大在脸上，你会失去很多机会。真正聪明的人低调，他这个脸他一脸诚恳，你有种感觉，我不帮你是我在犯罪啊，对吧？有种这样，其实心里很想帮人，很想要人家帮的，但是他这个脸给人看出去他不需要帮。所以人的许许多多的想法，他的心理气质都写在这个脸上。好像我似乎夸大了相貌的作用，但仔细想想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你走在路上，正常长相的人，一个比较平常人走在路上，你想问路，你问一个路人，哎，先生，我迷路了怎么办？我怎么知道的？不管叫你男的，我怎么知道了？你如果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啊，很漂亮的女孩，如果就那这个大相径庭。旁边，叔叔，我迷路了。哎呦，你迷路，你到什么？哎呀，现在外面坏人很多的，不能乱走哦。你要到哪里去啊？叔叔带你去啊。叔叔不是坏人哦。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今年那个女星当伟遭遇电话诈骗，
网上传得很厺害的，被骗21万人民币，这种受骗的例子生活中很多很多，大部分钱都追不回来了，只有自认倒霉，而且呢免不了还受到朋友的嘲笑，说不定还会被教育一番，要是关系再近一点，估计还会说，哎，你怎么这么笨的啦，这种诈骗也会相信。但是汤唯受骗大家反应完全不同，大家普遍的声音是，女生好单纯呐、啊，啊，女生萌哒哒啦、啊，同样是受骗，你看千差万别。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像电信诈骗啊什么都很多，我就经常接到这种诈骗的这种短信，一看就是诈骗，啊，我也有办法对他们，我有时候空闲没事也跟他们搞搞。因为就他博概率嘛，他是群发的，啪群发，他群发他每个都监控的，在电脑上就那个时候，这个请将我的钱打到农行账户是哒哒哒哒，谢谢。他可能一发就发10万个，10万个发出去，谁正好碰到，正好有这个事，稀里糊涂模棱两可，嘣，钱就汇出去了，否则。这个犯罪分子就不会一直这样做，一直做就说明他有市场，碰到我这样的人他倒霉了。请将我的钱打入农行账号，这谢谢。我过了15分钟，钱已汇入，我继续开会。过了20分钟，电话铃响，你这个骗子，他说我是骗子。我只不过跟他玩玩，对吧？我们看到美女的时候啊，那些反应都是很自然的啊，不经大脑思考。我相信每个人身边肯定有这样的朋友，不要跟你在说话。今天这个闪你知道吧？像这个，就被美色吸引。今天这个，当然还有这种，今天这个。这个是夸张啊，我是没看到这天的这流鼻血，这那是有问题的。男性未婚5大3粗，比方说平时再加个什么说话不注意小节，有时还会骂骂咧咧，但是一接到女孩电话马上不同。刚才的什么意思啊？怎么讲的？我就这样的人怎么了？平话喂。哎，我是的，我是小张呀，有空的呀，你有什么事啦？好，男的都会很肉麻的，对吧？接到美女电话，这个，对吧？这跟我不同，我接到我老婆电话，我很正常，只不过我汗毛竖起来了，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做了不对啊，惹老婆不开心。这个一般性热恋中的男女，女孩一打电话撒娇，就肯定是男朋友，哎。哎，有种人打电话也不管旁边人的感受，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呢？在马路当中打电话，还指手画脚，哎，对，就是一啥子，你往左边，对不对？你头抬起再看看，哎，抬，有吧？没有，那么在下面，哎，左边没有吗？右边，哎，对方又看不到的，你干什么来着？这个蛮好玩，那时候还有诺基亚电话，很小的时候，哎呦，我看一个人打电话都痛苦哦。短的电话刚刚出来，不习惯嘛。走个人问，原来是要这样打的，哎呦，那个人我觉得他会晕机的。喂，哎，对啊，我现在在马路上，哎，信号不是很好嘛，信号不是很好的，啊，很重。你看我到现在还不是很习惯，你看这个话筒在这里，我总要把它拉下来。你在想诺基亚多小了，一打嘛，喂，哎，好，哎，就这样，太有意思了。刚才说的这个脸呐，都和貌，什么叫美貌？美貌，其实美貌不仅限于女性，男的也是。2014年7月18日，网上爆出德阳市交警在处理违章时。粗暴执法，我不知道大家下面有没有人看到过，就那个警察哦，血气方刚，也是小年轻，啪嗒就脱下警服啊，警服啪脱下，
差点和市民发生肢体冲突，并且配上了现场这位交警的照片，被市民曝光了。警察把衣服脱掉，还好是把衣服脱掉，如果把裤子也脱掉，那衣服啪脱掉。你看，就我们来看看这位警察是什么样的，来看看大屏。结果啊，关掉，不太雅观，不太雅。结果，这个警察非但没有被人们指责，而且在网上赞声一片啊！哇，原因是因为这个警察长得很帅，很多那种女网友，哇，好帅哦，像 Tom Cruise 哦，哇，你看这身肉多漂亮哦。脸嘛是还可以，这个身材，你说这种身材算漂亮吗？对吧？这么一点过分了，哦，这个叫弄两张我的半裸照给他们看看，什么叫身材漂亮？这种，要是我是这样的话，那人家哇，男神我肯定对吧？换一张再看看，啊，金钱豹，再来一张看看，哇，再来一张，我多了。你看，好，关掉，后面没有人，后就这都是半裸，下面是去写真。我身材好还是那个警察身材好？但是我很低调，我就为了你们今天弄点资料带给你们看看。我们西装穿着文质彬彬，你们绝对想不到波波西装下面有这么强劲的体魄吧？开玩笑。但是确实来说，毋庸置疑，一个人的容貌会给人第一印象产生好或者坏。那些网友啊，看到这个警察，哗，因为这个警察五官长得还是比较标致的，那么你想想，肯定是这个警察要万人唾骂啊！你这个身为一个警察，怎么可以这样的？哦，在网上他倒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一定说肯定是那个市民很过分啊，否则这个警察怎么会这样呢？但是还好这个市民过分，否则我们怎么看得到这么强壮的警察呢？其实一个比较好的容貌，一个比较端正的容貌，在职场上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今年10月，东莞南城的100名清洁工，东莞事儿是蛮多的啊。东莞南城的100个清洁工都很郁闷，他们的领导竟然看脸发工资哦。看这个，看谁的脸，他们领导是看年轻的，形象好的，月薪1800，其他形象普通的月薪1650，而工作量完全一样。这给新闻那个媒体爆出来，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感觉跟拿到1650元的那个清洁工朋友们感到有共鸣。我们又不靠脸吃饭，对吧？凭什么看脸发工资啊？我就是拿到1800的月薪，如果是我也不开心啊，不开心的哦。我长得好看，我拿1800，人家长得一般就拿1650，你的意思我这张脸才值150块了？这个领导似乎脑子有问题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女性更对美貌有着狂热的追求。近年来出现了韩国旅游热潮，韩国旅游说是去旅游，其实去改装的，哎，像汽车改装一样，啊，一般去韩国旅游都是国庆节这种小长假啊，一周左右，割个什么双眼皮啊，封个唇呐，这种小手术，一周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回来的时候人还是那个人，就是看着哪儿不对，讲不出。对吧？有的人看出来了，他不好意思讲；有的就觉得不对。如果你看到了，一定要夸人，但是你一定要夸人家。哎呦，出去站一圈，哎呦，精神气爽，太好了！今天你好漂亮啊，看起来很不一样。哦，舒服舒服，你人缘马上就好。你千万不要傻傻的问，你怎么没消肿就回来了？人家气死，对吧？据韩国保健福祉部提供的那个资料显示啊，2013年赴韩国整容的外国人，有记录的
有24000名，有记录的，其中中国人最多，有1.6万。啊，大部分人都是中国人，占了将近70%。啊，5年之内赴韩国整容的中国人翻了20倍，翻了20倍，太可怕了。这还只是有记录的，像我这种过去嘛，我绝对不会给他留记录的，对吧？那肯定就是 no。这个留记录给人家吧，又炒新闻，花边新闻炒出去，对吧？5年之内到韩国整容的中国人有20倍，翻了20倍，你看这个是几何数字的增长，很可怕。其实这个问题，韩国虽然好像是说是美容之王国，其实韩国人自从有了这个整容这个名气以后，韩国人其实生活得很纠结的，对吧？谈个朋友，找个对象，人家查三代的要。对吧？生出来孩子马上做 DNA， 是不是我的？出来全部是这样的，出来全部像砧板一样的快乐，因为都没整过吧？整容又不会遗产的，整容会遗产，整容医院不要破产了，对吧？因为这俊男倩女全部这里修过，那里弄过，这边搞一搞，那边捅一捅，就全部女的全部瓜子脸，男的全部是英俊，一结婚出来孩子。这个现在啊，我觉得现在的女性朋友啊，实在也太拼了，哦，动不动就对自己又是割又是挖又是搓又是敲，干什么呢？啊，据说很多女性啊，整容的目的是为了夫妻关系更好。这一点，我代表男性表示感谢。但说实话，我们男人其实很少关注细节。哎，男人比较粗嘛，你抽一点脂肪。打个瘦脸针，垫个鼻，我们真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对吧？要真感受到变化，估计只有你毁容了，我们看出来了。哎，你今天怎么垫弄不知道的呀，对吧？其实我说，如果我们的女性朋友，你真正你整容是为了你先生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是大可不必。如果你觉得要有美好的容貌留住先生不太可能，因为什么？因为人对美真的是有审美疲劳的。那么夫妻几十年怎么过来的？是责任，是爱情，是爱。因为爱和容貌没有太大关系，就算开头有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种苦都是白吃的，对吧？夫妻搞好关系你很正常，不要去跟我，你就每天夸奖你的伴侣，那这点我做得很好。我太太不管穿什么衣服，不管到哪里去，那一出来，老公今天怎么样？哇，太好了！哇，今天，哎呦，今天这个妆化得像梅花一样了，嗯，很好，好，哎，可以的，哎，那么我这套衣服好好，非常好，非常好，嗯，很完美，很好，我们走吧。其实我说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因为总归好的，老婆总归好的，对不啦？你说不好嘛又怎么样？你说不好你又不能换的，对吧？哎，说的好，非常好，非常好。天天赞美自己的老婆，天天赞美自己的先生，哪怕是言不由衷，但是赞美总归是好的。放心，没什么副作用。你多讲多讲多讲，讲到最后就习惯了。哎，对你太太也会很开心，一直会很开心。如果真有副作用的话，就有一点，就是你太太可能会认为她真的很漂亮。整容行业随着人们对外貌要求的越来越高火了。我有个朋友就是整容医生，他跟我说现在整容行业真的很火，打玻尿酸的人很多。现在我们这边我一看我就知道谁打玻尿酸，但我从来不说的，我从来不说的，因为打玻尿酸基本就是你如果打一个星期以后没事，那么有的打完之后马上要出来的，出来之后那个脸是这样的，他笑不起来的，要笑的，上面下面分开的。我你今天怎么了？没什么，开心啊。那这里打着这边绷住不动了，这边绷住不动了，有的是上面，好痛苦。这个过了几个月嘛，又回到原来的，你还是要去打，一打嘛又变成。哎，我有个朋友非常热衷于整容，而且他告诉我整容。是个女性朋友啊，她一到过年，哦呦，他们家里面一些女孩子哦，全部遭殃，她就跟他们，她自己动手打针，哎，
这里补一点，这里补一点，补一点。哦呦，一个过年出来哦，你进去都是喜笑颜，年夜饭吃完出来都是，全部这样自己打。人说从生理角度来说，说只要这个人好看，就说明这个人基因好。我觉得这个说话没有任何依据，对吧？你不要看现在马路上有几个要饭的，你帮他洗洗清楚，擦擦干净，很漂亮的。我一看的话，这个脸要比我漂亮多了，他不照样在要饭吗？对吧？这种说法我是不认同的，因为美和丑其实是一种审美情趣，每个人胃口不同的，你还不要说我这样的话，也有女孩子喜欢我的，人家就喜欢我这种味道。讲讲不清楚的，哎，就喜欢波波这种，哎，这种味道。哎，有的喜欢，有的看到，有的女孩看到男的双眼皮很讨厌。哎呦，有，哎呦，这个双眼皮这么厉害，这看出去很下流的。哎，有的喜欢男的胖胖的，哦，我不喜欢，有的男的全部是肌肉，女的不喜欢，说很冰冷，不好。人好的那种是微胖型的，哎，微胖型可能手感比较好。女孩喜欢微胖型的，对吧？这个其实一个人的美丑，他不是有定性的，不是有公认说这个人说他难看，我绝对都难看的。你说邓丽君漂亮吗？因为她歌美，所以她人美。但是，她今天如果想有所发展的话，必须先把自己的圆脸弄成瓜子脸。哎，肯定啊，现在流行的，你看现在演艺明星撞脸的多少？不要说撞山撞脸，跑出来一块又是脸全部是一样的，像一个模子里面疼的就要踩出来一样。然后说这边打针还有错骨，这个这样这蛮可怕，再加上美图嘣的，哦，这个不对了，像个坠子一样的，这个下巴已经像凶器了，对吧？再比如我们通常会觉得大眼睛双眼皮，我前面说好看，有的人眼睛已经很大了，他还要去弄双眼皮，这个多可怕，搞得像 ET 一样的。他觉得赵薇的大眼睛很好看，但是问题你没有赵薇这个底子，人家这个是配套的，你说是吧？哦，你用赵薇一个眼睛就要他这个眼睛，但是你如果你这个脸的面积没有赵薇大，你这个眼睛啪上去不是变成探照灯了吗？对吧？你看韩国人就反过来，韩国人喜欢小眼睛，哎，就居然捧出一大批小眼睛的明星，有的眼睛这样小的，但是很有味道，就是男星眼睛这样的，这种眼睛其实你多看蛮有味道的，对吧？有味道吧？这个如果真的你男朋友是这样，你要吧？要吧？你不要，你要吧？算了，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其实对我们与文化相关的审美观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脸它只是一个外貌，脸它不说明什么，脸只能说明，你父母长得还不错，但是脸并不能够当卡拉，一张漂亮的说长得很帅，很帅又不能当卡拉的，还是要靠你自己真实的付出才能够得到。网上一哄而上的看脸更多的只是玩笑而已，生活中的问题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因为什么？中国有句老古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我们不能因为一张脸就轻易的断定他是好人亦或他是坏人，都不是。我们可能不会是那个最漂亮的最英俊的那个人，但是我们有权利也有必要做一个最好的自己。现在开始到一周立波秀现场问答阶段，预备开始。波波老师好。你好美女。就是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杭州的房价会继续降下去吗？
下面有没有房产老板？降现在是降了，对吧？是降了，对吧？对。放心，一定会上去的。相信我，该买的时候就买，不该买的时候不要去凑热闹。许多人找的啊，这种黑心的房产商啊，这种房子这么贵，抢钱啊，怎么？你要问他你买不买？不买。其实房子对中国人而言，至少有20年是刚性需求。政府不打压，他马上就反弹，而且是报复性反弹，请记录在案。波波的话应该不会错，谢谢。谢谢波波了。5、4、3、2、1，开始。停。你好，波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装修的话是买贵的产品好呢，还是买经济实惠的好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装修的时候是时间隔多长时间入住，比身体对身体是相对会健康一点的。你怎么知道我开过装修公司的呢？你说买贵的好还是买便宜的好？那要问你，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没钱的就不要买，缝缝补补又3年。如果你是有钱的，应该是有设计提前量。如果经济不是问题，那一定是买提前买好的，而且这当不要去省钱，买好的就是说有质量保证嘛，就是说现在有些东西。当然，买大品牌似乎看上去安全点，也就是说你前面是两个问题，是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那告诉你，按照你的经济实力来，有钱买贵的，没钱买便宜的。你后面是住多长时间进去的吧？对，要装修好是多长时间进去的吧？入住比较合适。那就要看你到底是买的是贵的还是便宜的。如果你这个买的是贵的，那基本应该是甲醛不超标的，那你今天弄好明天进去。哎，那个如果你是便宜的，你又急着进去，那么你东西没有便宜，甲醛又超标，那么你今天进去，哎，明天就进去了。祝你新居能够装得漂亮。好坏要随自己的能力，然后早进晚进看自己的心情和嗅觉。谢谢你，准备开始。5、4、3、2、1，停。那看站起来是一张什么？波波啊，那个，哎，我是城管啊。你是城管？以前做过。是这样子的。是城管。以前上一份工作。哦。那但是我想请你帮个忙。哦，请讲。以后在表达城管这个概念的同时啊，希望后面加一个执法人员。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做过城管，我是知道的。同大家每天的垃圾下水道的那个啊，包括每天的马路走出去绿化，外面每一个店面的招牌全部是我们城管在管的。是的。所以说在表达城管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后面，如果说你们认为的那一部分是执法人员的话，请在后面加这么几个字，谢谢。谢谢。这位女士，其实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看得出她比较动情，因为我想，一，她原本是这个队伍里面的；二，当她离开这个队伍里面，她应该想城管在整个大众心目当中的形象并不积极，他们又为在整个城市的建设和维护上起到了不可忽略也绝不可遗漏的作用。他们城管工作很辛苦，但是你刚才说的，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多次提到城管，很多城管的事件，我并没有对这个行业的具体的人有什么鄙视，因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所有因城管引发出来的社会事件似乎和美好相关联的并不多，也许是他们所涉及的这个层面，他们必须去承受这种东西，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讲道理的，还有不是所有讲道理的人都是人的。城管哪天要扭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一，我觉得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提升他们的社会形象，城管人员本身队伍的建设和个人素质有待提高。如果城管自己看得起自己了，我相信老百姓向他们竖大拇指的日子不远了。谢谢你为你的曾经同事说话。谢谢。感谢你。
准备传话筒，预备，五四三二一，开始。停。波波老师好。你好，帅哥。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也想过，就是淘宝天猫嘛，是吧？双十一为什么就？其实说实话，我自己找了很多，就说什么半价什么，但是我找了很多，都收藏啊什么的，都他们都推荐我，我也收藏了很多，就是找不到一件，说实话，真的找不到一件是半价的，真的找不到，找不到。你怎么可以泄露国家机密？我对网购是个门外汉，但是我在网上买，可能我会叫小沈老师帮我去弄。对这个我是个空白。你的问题是为什么说是半价的？为什么你找不到半价，对吧？对对对。要么你去晚了，要么你去早了，要么你太天真了。我觉得应该是太天真了。谢谢。准备传话筒，五四三二一，开始。走，走，走，停。波波老师好啊！哎呦，你好，你好，帅哥。问一下，近期谈了很多的，就是说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 iPad 太难的这个问题。这其实我觉得，第一，这是一个国家脸面；第二，这也是对来开峰会的人的最起码的尊敬。这不是说我们哦说一套做一套，不是这样，但是让我们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哦，原来这个雾霾也好，这个废气原来是可以治理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持续，就是怎么样持续，对吧？哦，本来不一定说马上就可以治，现在让全国人民看到了 A 派克蓝，我相信政府相关部门会压力很大，因为你们做到了，接下来你们说没办法，那就是要把你做掉。你肯定是拿了不准，你下去再来一个人。在中国干部，在中国当干部，其实威风的时候蛮威风，不威风的时候真的很可怜的。我跟他们那些大干部说，我说虽然你们干部做得很大，真没有我潇洒。大干部怎么样，叫你办这件事情办不？这个蛮难干的，那个干部真的不干部，这个你不干有人干，对吧？这就是干部嘛，再进来个干部，干部，干干，干就好好干，要像个干部。谢谢，谢谢你带来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我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你问我你对 APEC 蓝怎么看？我觉得我非常看好这个蓝，因为这个蓝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可能。我想老百姓看到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也看到了，而且他应该比我们先看到，因为这是他发的指令。所以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今天有 APEC 蓝，明天一定会有比他更长久的蓝。哦，谢谢。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家的路。下了带不走的孤独，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黑暗中独自漫步，我亲爱的小孩，乖乖擦干你的泪珠，我对你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我亲爱的小孩，乖乖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